变天之后是一个新的世界，金钱和医疗根本就是挂钩的。之后所有医院都会效法我们。我跟你的关系从现在这一刻开始结束。以后医改方案跟你没关系了。我会中立公平地跟医发局解释，吕医生年纪这么大，他没醒来，可能有很多种原因的。如果吕医生出事，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？你意思是YT故意制造这次意外？我跟你都不是普通人，我们注定要做大事。我最希望的是唐明医生你举手支持我，有没有这可能性？我打电话给你是想告诉你，我要你干出来，跟杨毅涛争明城北院长的位子。白色强人，周一至五晚上7:30，8频道。你也可以上MeWatch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华语和粤语版的白色强人视频。